最平凡石头又如何闪烁，让时光亲手一点点雕琢，幸好一路上你在左右抚慰了寂寞。林伟教练口中所说的魔鬼妈妈，现在竟然会变成一个这么需要照顾的老爷爷。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，不会让人在不该记的事情上面。所有的回忆在心里，我不想对你有任何欺骗和隐瞒。每次经过多少风波，从不曾知道历史不是我长项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共同的未来要一起探索。哎，昨天晚上是你帮情人换的衣服呀、啊、这实在是太不妥了。文大王告诉你，现在立刻契约跟我解除。你来说说，你还嫌还好我还不够？行了，最近综合表现得不错啊。足够了，去帮我换杯冰。好的，稍后准备。即便不愿意和亲，也不应私逃出门。在我们这一行，亚洲人在全是白种人的实验室里颇受歧视。那姑娘认为我是要救还是要害？我晚上有点事儿，我尽快办完回去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李晨阳。你呢？署名是化石和作品的贡献而定，这里面的解释空间是非常大。就是那种配音的感觉，其实和我自己在现场演戏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